啊？录啊。高中之后就没有再碰了。资深玩家，对，我不知道看他，我不知道看他打几百局了。真的，只要是小把小把枪，他都很顺手。18-80%几率，还蛮厉害的。那你下次可以来挑战这个，你说可以得更高。这个，那个有点，那个有点碰运气。因为你今天已经打了300，我今天才能打。没关系啊，再打一把。对啊，其实这个是一局100。然后射破89有30分，然后9球有50分。反正体验人生一下嘛。对啊，真的是。对啊。然后九球是全部破的话是100分。OK， 好。哎呦。这一家奖品是目前看过最好的，最划算的，而且还给你2局。有，有，有，加三，有吗？有啊，没有，一桶。有吗？没有，运气不好。因为这个一直在很烦。没了。没子弹了。20分。那你现在有20分。我现在有20分了。对，好20分。那个要换这个吊饰都可以换。吊饰也是20分的吗？对啊，这边是20分，这个吊饰也是，这里也是，我可以再换一只卡皮巴拉。这个20分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这比较胖，比较可爱。这只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没有，我这样子。